啊，我都叫个腾你那个地方。哦。你那我多安尼，安尼我先跟你亲起来，然后这个腾够顺顺。伊嘛好啊，好安尼办。哎呦，哎，不讲嘞，安尼讲拢听有嘞吼。你也看，真正是巧的呢吼，你要共怪人囡仔哦，你著一两毛呢，人讲出去，出侪大人咧看哦，你一两毛咧个怪哦，怪到两怪啊，哎对啊，嘿，他坏坏啦，嘿啦，嘿，嗯，他坏坏啦，哎，讲你坏坏啦，你要来怪你，哎呀，也对啊，恁当然嘛是十八岁，你当时咧加问的，你是咧学问呀，嘿，你问我，我嘛是甲你讲十八岁。好啦好啦，几岁这是小姐秘密，这袂当我平常讲的啦。对，无你看伊几岁，对不？二十八岁就是二十岁的尔嘛，嘿。啊，二十岁啦，好啦，莫甲你骗啦，二十岁啦，你也无要共娶，问啊济要创啥？好啦，来，即不管经过来介绍，维多利亚的秘密。OK， 来，今日介绍，咱来轻松过点嘛。咱做在咱的水果林话，直接特别来甲做安排，祝福咱只好朋友，大家拢做咱的身体健康，平安大进财。